个人统一写出张亮的一个缺点。写我的缺点真的是。如果三位答案不一致，则亮哥接受惩罚。对，收到。说实话啊，来，三二一。太帅，是个傻，多傻。由于答案不一致，陆畅及张亮双双接受惩罚。了解你吧，兄弟。行，你吃完这碗饭就别吃了啊。受累了，受累了，不好意思。二位选择哑铃十次，卧推十次。我这可以，行吧？啊。好吧，这个五十四啊！哎呀哎呀，真的是吃个饭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七、四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幸亏练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我试试不来。这也不实在，陈峰不实在啊！来进行第二题。那是不是得擦掉？不用擦吧。第二个答案应该也是这个。三位同时写出张亮最怕什么？啊！靠，太容易了，这个、我靠，怕我有怕过吗？简单，这也太简单了，这个行吧？来，三二一，下次来。你看，哎，三种不同的称呼，但是指的都是一个人。你这也巧了，是不是？恭喜关，哎，说出你的故事。我跟你讲，在媳妇的这个压力之下导致的妥协，这个叫怕。你像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我这件事情我可以为了你，然后去妥协，这个算是让。我觉得这个可以换一个词儿叫尊重，是不是？你就我把我的主动性让给你，行吗？尊重，尊重。